虽然今天已经开始变成了干冷，不过前一阵子的湿湿冷冷，很多人都会开除湿机。特别提醒您哦，经济部的标准检验局公布了最新的召回名单，要召回1150台东元型号是 MD1214B的除湿机，因为它的电容零件不良，目前已经有2起烧毁的事故，所以要赶快检查一下，您家是不是使用东元 MD1214B 的除湿机型号？如果是的话，要尽速送回东元来免费更换零件。